机关长，你们说说吧，对总司令交给我们的任务，打算怎么完成？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机关长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全城范围内挨家挨户的大搜捕，把那几个教头抓住。我认为陆雄军的想法不可取。不可取？最起码不切合实际。怎么不切实际了？ 全城挨家挨户进行大搜捕，需要动用多少部队？你有吗？再说了，大搜捕那是蜻蜓点水，来得猛去得快，那几个教授是很容易藏身的。我认为加代队长的话非常有道理。陆雄队长的话也非常不错。陈队长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。 机关长让我怎么干，我就怎么干。罢了，陆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立即向程队长赔礼道歉。我说的你没有听到吗？立即向程队长赔礼道歉。对不起，这就对了。 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可不愿看到你们之间尔虞我诈、相互拆台。请机关长放心，我们一定经常合作，紧密地团结在机关长的周围，为实现大日本皇军三个月王华这个伟大目标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。小普同学，我对你说实话，我也逃课了。 你为什么逃课呀？你为什么？我，日本CR狗老师一给咱们上课，就让咱们给他们贴黄鞠躬，还让咱们唱日本歌背日本字母，烦死我了。我也是，我也烦。那日本CR狗老师，我得整治整治他。你想怎么整治他？起立。 是谁让你给他送水的？啊，是谁叫你给他送水的？没谁叫，是我自己。你为什么？你叫嚷什么？我愿意。再说一遍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总司令交给我们的任务，看似简单，但要完成起来，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如果我们
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那一定是必败无疑。我们知道那几个大学教授的重要，中国人肯定比我们更知道，尤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，他们绝不会无动于衷的。已安指示我们，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好这几位国宝级的大学教授。冰糖水了，解渴解热的冰糖水了，冰糖水了，起。冰糖水了，解渴解热的冰糖水了。无论我们有多大的牺牲，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，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。所以我想下一场安静的棋，一场对手在迷雾中的棋，安静凶险。大搜捕不要，设关卡也不要，只需等待对手出现，跟在身后温柔的一刀。你们知道我最爱什么吗？钓鱼。我们班那个男同学可勇敢了，他为了不向日本天皇像鞠躬，不唱日本歌，不背日本单词，还用水浇了那个日本四眼阁老师，把我们大家乐得都翻了天了。小日本，这是想从文化上，从我们下一代上彻底奴化我们。这水浇得好，浇得痛快。少年智则中国智，少年强则中国强。有这样的后生，我们中国大有希望。可他。可他怎么了？他被那个日本四眼狗老师在大太阳底下罚跪了3个小时。哎呀，那这个四眼狗老师也太坏了，这连跪带晒3个小时，还不把孩子晒坏了呀？啊，妈妈，我没事儿。跪了那么长时间，还晒了那么长时间，你还说没事儿？妈妈，我真的没事儿。要不我喝杯冰糖水就行了。行。娇娇，你的膝盖怎么搞的？我。你是不是也被那个日本四眼狗老师给罚跪了？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罚你？因为我给那个被罚跪的男同学送水。送水？我看天气太热了，怕他晒坏了，所以就送了一盆凉水降降温。不行，你慢点儿。妈，我还想再喝一杯。还要啊？小波，把杯给我。孩子爱喝甜的，哎，你就让他喝呗，啥一杯两杯的呀？小波，有的是，管够啊！太棒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急。
娇娇，你不疼吗？妈，我说实话，可疼了，钻心的疼。妈，这就用热毛巾给你敷一敷。嗯，妈您快点儿。我曾听我爸爸说，在你父亲临死之前，留着一张图，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！因此日本人才千方百计地寻找那张图。你手里头是不是有半张图？现在不在我手里了。不在你手里，那在谁的手里？这个白衣蒙面人会是谁呢？这可是一笔大大的财富啊！我还听那老家伙说，这笔经费在运送的过程中被土匪所劫，负责押运这笔钱的镖局舵主就是卢派克的父亲卢义雄。那个白豹曾是龙虎山飞龙寨的二当家，我怀疑就跟藏宝图有关。娇娇，还痛吗？好多了，谢谢妈妈。你这个小嘴儿啊，就是甜，以后自己要当心哦。我得向我那位同学学习，做一个勇敢的孩子。向他学习？对啊，他可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
是我的藏宝图，现在他终于物归原主了。昨天晚上我这里失窃了。失窃？这不可能，我们这里重兵把守，岗哨林立，难道这个贼会飞檐走壁？您少了些什么？我放在保险柜里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。最重要的东西？知道这半张藏宝图在我手里的只有天使和刘汉臣。要说盗贼是天使，那绝对不可能。天使可以直接向我要，那么只有刘汉臣了。可刘汉臣他……等一下，你们这是要把他推到哪里去？人死了，当然要去推太平间了。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我死了？哼，我死了？是哪儿啊？想让我死？哼，没那么容易。我刘汉臣属九头鸟的，有九条命，老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萧银浦啊萧银浦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妈妈，今天我上学能不能不用爸爸的小汽车送我了？为什么呢？我的那位大英雄都说我了。说你？说你什么？他说我是有钱人家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，我不爱当千金小姐。那你自己能行吗？他说他今天来接我一起去上学。小普哥哥，我能拉着你吗？能，走吧。周嫂，二组的同志已经找到了通济周教授，今天你去把他接回来吧。好。我和周大还有李师傅收拾完就去。嗯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周大，哎，
我们一会儿出去，你准备一下。嘿，得令嘞。周嫂，你跟周大哥挺有意思的哈。周大这个人没别的，就是人好。罗先生，什么时候能让我和周大喝上你的喜酒啊？你看，小普都这么大了，你还是一个人。但我们俩犹如咫尺天涯，难得一见。那你就把他请到咱们这儿来。不行，这是绝对不行，这是咱们的组织纪律所决定。他现在在哪儿，干什么工作？我在哪儿，干什么工作？我们彼此都不知道，他不能到我这儿，我也不能到他那儿。就算是走了个面对面，我们彼此也不能相认。除非哪天组织批准我们结婚，我们才能。真是难为你们了。让我们在相互的思念中期待吧，等到胜利的那一天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嗯。季馆长，您找我。交代，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在家里看着。您去哪儿？去拜访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非常重要人物？谁？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。你来拜访我？这哪里敢呢，梅泽先生。哦不，季馆长先生。请，你也请。我说我这右眼皮怎么老跳呢？原来是有贵客登门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祸。你别以为我不懂，你这是在指桑骂槐。要不怎么说你是日本在中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呢。昨天你还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东亚银行的董事长，一个冠冕堂皇的商人，今天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耀武扬威、杀气腾腾、大名鼎鼎的煤机关的机关长。白帮主，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斗嘴来的。那你来是干什么的呢？我是来谈谈我们最精诚的合作。那我倒是想听听怎么个最精诚法。白帮主，你我之间那不愉快的一夜就算翻过去了，我们需要重打鼓，另开闸，共同开创日中友好合作的新纪元。梅泽先生，你真不应该当这个机关长，你更适合的应该是贵国的外交部长。外交部长，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，能把死人说活了。如果你当了外交部长，一定会为你的天皇屡建奇功。白帮主，你说的太严重了。确实很严重。哎，佳佳，嗯，我带你去玩好吗？好啊，咱们去哪儿？咱们去逛街。好，走。
娇娇，你的膝盖怎么搞的？我。你是不是也被那个日本四眼狗老师给罚跪了？嗯。敢欺负我的孩子！白帮主，你可以尽情扩充你的实力，扩展你的地盘，你想吃掉谁就吃掉谁，我大日本皇军绝不会干涉你的自由。那你对我的要求呢？既简单也很难。别绕，直说。管好你的码头。佟教授你好。你好。佟教授，你不能就这么走，来跟我来。好。你找谁啊？我找你。找我？什么事儿？教一教你怎么为人师表。你是谁？你祖奶奶。敢欺负我的孩子，你也不看马王爷长几只眼。刚才来的时候还没有，现在怎么设上卡子了？别着急，沉住气。停车！停车！准备随时冲关。长官，你们是哪儿的？沪西皇家。沪西皇家？嗯。哟，那可是大户。车上拉的谁呀？是我大姑父。他怎么不下来接受检查呀？他生病了。病了？我得检查检查。哎，长官。车上的确是病人。他得了什么病？
这个我不敢骗您，我大姑父得的是鼠疫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还没问我呢。晦气，真他妈晦气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谢谢，谢谢。放行，放行。佳佳，咱们回去吧。我不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可是咱们逃课只是逃日本四眼狗老师的课呀，其他课咱们还要上，要不然爸爸妈妈拿钱让咱们学知识，咱们学什么呀？佳佳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嗯，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太君，不雅，走，走啊！走走。就是往那边跑啊！我追，我和你们谁敢追？都有，谁敢乱动，我就宰了他！都别动，都别动。你说什么？有人闯关？我马上就到。千万不要开枪，我要抓活的。小子喊话，命令他投降。嗨，那位好汉，你听着，梅泽敬一机关长在此。机关长说了，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，放了被你劫持的日本太君，举手投降，可以留你一条活路。就一条活路吗？高官厚禄，荣华富贵，任你选。那我不和你一样，做日本人的一条狗了吗？和我一样。
牧羊，下辈子我还娶你做媳妇。他是把生路留给了我们。我跟你说过，千万不要打死他，一定要留活的。可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他？季馆长，他已经危及到您的人身安全了，我开枪完全是为了您呐。可你知道吗，一条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那几个教授的线索就这样断了，断了。那去还是我的了。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这是我的家，你是我老婆。周大哥，你真的想娶我吗？可是我肚子里有别人的孩子。我知道。你不嫌弃？不嫌弃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放了我媳妇儿便罢了，你们要是不放，我就把你们的脑袋都剁下来。你说他生的那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的。我的怎么了？